好可爱，有我的复制人。仿佛，仿佛。好了，饮茶可以换掉了，总算。哎呦，贝吉塔复制人也来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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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画面都等很久。胖扑扑，胖扑扑，先发制人，武器抓气，这踢脚 OK， 提个气，闷死头，闷死头烂透，去死吧，特南特斯！哦，达尔贝吉塔，闷死头，OK， 让我集满气，这么好啊，这么好啊，贝吉塔，轻攻击，抓没抓到，抓气。小小的规划西公婆，超嘲讽，小气功，这连敌人其实都不太会防御啊，这其实打的算蛮轻松的。我就一直各种放大招就赢了。再会啦！54滴，就那么一点，还会锁血，就是一定要有那种打出这一招，他才会死掉。哇，爽爽！有了胖普，贝吉塔，贝吉，啊！惊醒！我俺たちが分かった。他刚很少会看到他眼睛睁开。嗯，そうなのか。お前たち俺を助けてくれたのか。还是睡醒的感觉。あれ、なんだか体がうまく動かないぞ。それは妙な波動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せいよ。詳しく説明するとね。有观众打阿静问号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了吗？什么意思？我是念观众的留言啊，对，这是叶子璇说的阿静问号什么意思啊？哎，睡着了。もうだから。だから。直播到几点？就快结束啦，玩到十点啊，打完最后一关。简单的单词。有奇怪波动，你变弱了，打倒敌人。ブルマさん落ち着いて。つまり、オラたちの中に入ってるやつが一緒に悪いやつと戦ってく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だ。じゃあ更難懂了吧？中に入ってるやつ、そいつ、好可爱哦。そう、いいやつ、いいやつ、すげえいいやつだ。そうなのか？パタンもいいやつ。俺、いいやつ好きだ。いいやつ。いいやつなら、お前も友達。我图给我糖果。哎。ならブルマが宇宙一うめプリンを用意してくれた。スプリン。私。この間のパーティーのプリンうまいか。もちろんよ。だから先にソン君たちと一緒に戦って。わかった。先に戦う。先战斗，再吃布丁。他也不会知道宇宙第一好吃是什么啊。噔噔噔噔。
为啥笑成这样？很亲切啊，以前就很喜欢蒲。蒲来了，蒲来了。哎，等一下，敌人又变越来越多了，问号，要不让我结束啊？换成胖蒲，好开心哦。必杀技，肥肉投机，我最讨厌你了，变成点心。这也不用每一个都打了，好不好？我们就直接去了。打了应该只是增加一点经验值，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的 level 以小博大更好玩，好不好？微微小加班打完那个 boss 战，这样刚好一个区域结束。哎呀！噔噔噔噔噔！呜！头锤！紫色的气 ！No power！ 呜！这招就是我最讨厌你啦！直接被冲飞。那必杀技就这两条，好。好痛，好重的感觉。哇，这招往后的。我最讨厌你啦！好猛！这画面好来了，不不，被躲过了，我的必杀技耶！不行，我要集满气。被打了，被打了，变成巧克力。是饼干哎，不是巧克力。呜呼，就这样，就这样。也太好笑了！走，喂喂，头锤没投到，狂揍狂揍，最讨厌你啦！要地球大爆炸了，各种，够猛够猛。还有哪一招没用到？叉叉哦，前叉跟后叉，前叉五五，嘿嘿，肥肉攻击，哈哈哈哈 ，Go Go， 哎，没中到，牛，哈哈哈，好猛，好猛哦，超猛超猛的。再估一个，好，可以了。一手一手，等一下哦。变成饼干，天津卖饼干。吃掉，吃掉。哦，等一下，让我太开心了。太兴奋，太兴奋，吃掉了！好，我们今天最后把这打完就休息，来拍一下肚子，吃掉了！要么地球大爆炸，要么就啊，卡兹，完美，没问题。解决敌人有什么困难的？变成饼干，好玩，好玩。哎呦呦呦！配合对手的攻击，哦，反击！哇，这好酷哦！哦，有了有了啊！万加 R2 哦，两个一起按。哦，一个暴气是不是？防御时，这太难了。
等等等。哦，大概微懂，那不好用。好，胖虎，啊，你不过是个戏奴，跟我胡打，你滚回家你，滚回家你！我，揍飞你，揍飞你 ，Go Go Go！哎、欸，没中！彪！哈哈，一脚踢飞他，爽！这个踢飞很爽。哈哈，最讨厌你了，金牛特战队！下来抓，哎、欸、没，这不是抓技吗？居然可以挡住！哎、欸，被打了，被打！可恶！做什么？吃掉你啊！嘿嘿！几个气，几个气！呜 ！OK， 压扁他，最后了，那吧。确实，踢飞你！最讨厌你了，打爆他！最讨厌你啊！哎、欸，在飞下来途中，哎、欸，被躲过了。撕掉会回血哦，5076。没有啊，可能是只会补受伤的部分吧。Go！ 最讨厌你啦！这招真的超猛！好，完美，还会拍吗？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都会在玩《七龙珠 Fight Z》，对不对？赛亚人的骄傲哎、欸，一定玩好不好？一定玩。嗯，比克复活，寻找16号。なぜだ？あいつらもうまく力を使えないはずなのに、なぜこの私が神器器人負けねばならんのだ？無様でしたね。哎、欸，这声音好熟哦！哦，弗利萨，弗利萨哥，是不是专业的？遠くから見物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よ。那个邪恶的声音。私との約束を無視して抜け駆けした挙句。弗利萨这么嚣张，看来他应该是可以镀金。それで、あいつと対峙してみてどうでしたか？弗利萨回去你的地狱啦！お前に教える義理はない。そうですか。私の忠実な部下たちが面白い情報を仕入れてきたのですよ。お前の忠実な部下というのは、白痴怪姿势的家伙。まあそうです。到底为什么弗利萨那么喜欢金友特战队？欲しくはありませんか？私の部下が手に入れた情報を。あなたの持つあいつの情報と情報交換というわけです。哎呦，坏人们彼此交换情报。以前有直播过这个吗？没有啊，这游戏2月1号才出的、啊。なんだ？誰かオラの心に話しかけてくるぞ。直接和我的内心对话。そう、そう。ピッコロか。お、すぐに来てくれ。敵が。敵？どこだ？どこだ？かすかな木の実だね。あっちだ。叮。あっちが。瞬间移动过去吗？咻。瞬间移动之术。哇，好，我们下一次就会来挑战这个地方了，好不好？
很多很多的地方，还有贝吉塔哦。先确认一下，他这个应该确定建立保存资料，将会删除。对，好，那我们下个礼拜三晚上八点同一时间又会再继续来游玩，可以看到他的剧情达成率。我们今天玩了这么多哎、13%、不过他应该是指三个啦。有没有三个剧情总共加起来 3%， 我们只完成这么的微弱，好不好？至少还可以再开个14台以上，我们可以好好的尽情期待七龙珠 Fight Z， 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享受着赛亚人的骄傲。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还会喜欢这个七龙珠 Fight Z 啦，我们下礼拜三再会咯，感谢大家，晚安啦，拜拜。